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徐晨，我是匠人零基础班入门班第5期的学员，是全站第9期的学员。我在学习这个入门班之前一直是学艺术的，所以本科和研究生拿的都是艺术类的文凭，然后在媒体工作，在国内可能有7年到8年的媒体工作经验。反差一定会有，因为完全是跨专业的嘛，因为原来可能做的是艺术类的原创类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个逻辑思维啊，偏向一种理工科思维。那原来可能你从原创的从这种抽象思维到这种逻辑思维的这种转变，还有这种跨度确实是比较大的。难度我觉得还 OK， 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感恩的一个地方，因为对于零基础的学员来讲，可能你上来就给他讲很多这种抽象性的概念，他可能不是很懂。但是匠人的老师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会给你举很多很多生活化的例子，然后呢节奏放的也比较慢，是你可接受的一个范围的这个程度。所以说他每次在给你解释一些细节的时候会给你解释很多就是很贴近生活的一些例子照顾到每一个学员的这种学习难点，会让你觉得这个基础打得还很不错。而且他很注重这个答疑，我觉得零基础的老师可能更注重答疑，就是我们在那个微信群里任何人有问题真的是随叫随到，非常好。其实一开始上全站真的心里挺没底的，因为那个时候入门班，其实我们入门班也做了3个项目然后有一个项目其实跟全站班的第一个作业是一样的，但后面可能就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去做不同的项目但是总觉得因为自己毕竟是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跨过来的，所以全站班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班几乎除了几个零基础的以外几乎全都是 UQ 或是 QUT 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心里真的很忐忑，因为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上进度，一开始挺害怕的。然后但是好在就是老师一直在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打气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真的是零基础打底的时候，基础知识可能教的真的是挺细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没有被甩下去，然后还可以继续的去做他正常的这个项目，然后做下来以后会发现好像真的还可以，然后就给我们树立了很多信心，就觉得我零基础学的东西都用上了，而且就是非常对症然后就比较顺利的把全站班学下来。首先呢就是作为一个新移民，因为我刚移民在澳洲大概2年多的时间，那因为原来你的国内的所有的成就包括你的工作都是跟媒体相关的，但是你从中国的这个文化土壤一直到澳洲这边，它的媒体会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壁垒，就这个是很难很难去冲破的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现在因为有一个3岁的宝宝，所以确实从精力上从体力上来讲，如果你要想短时期之内去融入到这个澳洲的当地的 local 的媒体市场，我觉得是难度太大了。所以当时就决定说我想做一个转变。但为什么要选择 IT 这个行业，是确实原来对这个行业可能就有一定的憧憬，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新兴的朝阳产业，而且它是需求量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在国内转行，尤其如果你不是这个 IT 专业背景的话，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你在澳洲，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很包容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机遇都是给努力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转型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去做自己原来比较想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正好就是经朋友介绍吧，因为匠人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他的名气比较大然后朋友说你可以去试一下匠人然后我当时就去搜这个匠人的这个官网，因为当时之前其实挺没信心，就是你自己有一腔热血，你觉得我想学 IT， 但是能不能成心里也没底。但是就看到匠人官网上他用数据说话嘛，就是他有很多说有多少人在过 offer 然后多少人是这种零基础转行的这种励志故事，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而且它上面有很多培养性计划，比如说像这种新移民的这种软着陆计划还有比如说是这种求职的这种面试的指导，还有就是这种简历的修改。我说这好像就是真的是为零基础的这种人群去准备的我觉得比较适合所以就报了匠人。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零基础而言，包括又是新移民，我觉得一切的事情可能都是未知，包括就是不论是这个就业市场也好，还是说你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好，其实主要就是无外乎是3个方面，一个是你本身自身的这种专业素质，然后就是你对于当地企业包括当地这种招聘单位的这种文化的融合程度，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本地的这种关系网，
这三个其实直接决定了你以后事业上的发展和能走多远。但是对于一个新移民来讲，其实这些都是不具备的。但是匠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土壤，就是他首先啊，他在教学这方面啊，当然有王牌课程了，这个不用多说。但是对于我而言，因为我还是一个妈妈，我需要有很多的精力照顾到家庭，照顾到孩子，那我就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去迅速的达到一个程度的一个提升。因为我没有说是像比如说刚毕业的学员，或是说一直有这个行业背景的人，他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或是去学习大量的资料。对于一个妈妈而言，因为你的精力非常非常有限，而且再加上 IT 这个行业的话，它的变化太快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供你一个零基础的人一点一点的去学。但是这些老师，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他会把知识非常浓缩的、非常有效率的给到你，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节省了很多很多走弯路的时间。那还有就是包括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融合度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匠人会有给修改简历啊，或是这种模拟面试的这种服务，然后也有这种课程，所以这可能帮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节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然后还有就是匠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群组织，就不光是指导培训嘛，他们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公开的讲座呀，然后还有很多微信群啊。那这些其实是给我们稳固的一个大后方，让我们知道不论以后走到多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啊，你总有一个精神支柱在支撑着你，就你走多远，这儿可能都是你永远的这个大本营。这个我觉得是精神层面上的事情，我就像精神家园一样，我觉得这个比较温暖，对，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我可以说没有这个项目实习就没有今天我的这个 offer 啊，因为毕竟你没有任何的学科背景，然后你也没有澳洲本土成长的经历，你也不懂得这边的企业文化，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你没有什么竞争力是可以跟这边当地市场所匹配的。而且你国内虽然有一些职场的工作经历，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完全跨行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学到了很多技能，那你的实习可能就是你技能展示和磨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零基础的时候是有三个项目实习啊，可以说真的是让你从一个门外汉入到了这个 IT 的这个门槛。那如果说是在全站班的话，我们这三个项目实习，尤其是全站的 Project 3，它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一个小团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习氛围。那我们是用的这个就是真正在外面企业里用的一切的管理流程，然后呢他又教会了我们团队协作。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确实是比较缺乏的一种概念和技能，就是团队协作，而又是国外老板最愿意看到中国人所具备的一种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教会了我全盘通盘考虑，然后跟大家很好的达成一个实习啊或者工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比较好。那最后的两个就是匠人的 dashboard 还有匠人的 official website， 这两个就真的是我们找工作的利器了。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原来老板在匠人的时候很庆幸他给了我一份 offer， 但是当我拿到一个现在就是新的 offer 的时候，我完全是凭借着我现在实习的工作内容拿到了这个 offer。 因为现在我即将就职的这个企业他就是做 dashboard，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我拿过来我直接可以用，因为我们的技术站是匹配的，他的工作经历也是跟我们公司企业文化相符的，那就是背景合适，技术站合适，项目经理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可能说是对于我这个白丁来讲，因为没有什么本地的工作经历，就是没有本地的教学经历，但是这一项技能包括你这个实习经历可能就优于了其他的在校的毕业生。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没有匠人给我的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拿到今天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澳洲学校里毕业的毕业生，还是说新移民，还是说就是对这个行业充满憧憬可能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讲，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是怀揣着同样的梦想。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澳洲它是一个很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和工作的平台，它可能没有中国固有的一些瓶颈。所以我觉得只要努力每天多写代码多多练习，都听老板话，然后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求知心态，时刻把自己放在一个刚刚起步的位置。因为本身确实在 IT 这个领域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新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市场的变化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即将要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论什么情况下什么时机，都要保持一个初心，就是不忘自己喜欢这个领域的一个初心，然后保持一颗强烈的这种求知欲。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论是零基础转行也好，还是说在学校里的莘莘学子们也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还有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匠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它可以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多跟自己可能经历相似啊，或是啊已经打拼出一片天下的这个师哥师姐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很多很多鼓励。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已经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一个事情，就是为我们建立了一片精神家园，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感恩匠人。